伊能静有女万事足，乐于晒出爱女小米粒的生活点滴，而正值成长阶段的小米粒不仅活力十足，也对外界事物充满好奇。8月20日，伊能静在网上分享自己带小米粒和儿子小哈利外出买鞋的趣事。对外界事物充满好奇的小米粒在店里四处走，开心和每个人挥手。伊能静更形容女儿笑得眼睛眯成一弯月亮。看着妈妈和哥哥挑鞋子时，米粒给很多意见，伊能静写下她觉得好看的会喔喔喔的叫，她像一只小猴子正在学习人类语言的进化。伊能静同时也表示，小哈利也会主动帮忙照顾妹妹，即使只是看着伊能静描写兄妹俩的互动都觉得超暖呢。